一群人走向人行道，劈头就问路边四个人前一刻是在看什么。这时一名黑衣女也走过来，朝长发女子的肩膀推了一下，其他朋友见状跟着加入战局，朝红衣男子拳打脚踢，现场乱成一团。附近民众见状简直吓坏，全都不敢靠近。大声呵斥，要闹事分子全都趴好，志愿警力接连到场紧急包围，避免将近20人的两方人马再起冲突。大清早街头就爆发打架冲突，双方因为不满被瞄了一眼，一言不合就在人行道上打成一团。早上6点多，远景刚交接上班，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报案，新北市永和一间 KTV 附近有人打群架，18名快打警力迅速到场，其中一名警察更是气得把安全帽甩在地上，喝令现场所有的人好好配合。动手的4名男子供称，当时唱完歌准备离开，在骑楼与对方相遇，不满对到眼起口角才动手，被打到头破血流的33岁林姓男子则是喊冤，指控对方坐在他们的机车聊天，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爆发全武行。 KTV 的男孩子啊，出来外面不要什么口角什么打架啊，打到救护车来啊，地上都是血，警察还20几个哦。擦肩而过，一个眼神引爆冲突，动手的4名男子做完笔录之后被移送法院。但对被害人来说，中秋连假第二天才正要和朋友去欢唱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不仅全身是伤，心情恐怕更是荡到谷底。TVN 综合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